没想到吧，转了一圈我还成为你老板了。老板，你给我寄的女性用品，我送给保洁阿姨了。阿姨还说我是变态，以后如果你再做这种事情的话，我管你老不老板呢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威胁我啊？就是威胁你。到了江州之后，你别骚扰我。你看你这人就挺没意思的，你送我的礼物我就很喜欢，每天都还带着。还随身携带，不够的话我给你续上。 你当然要续上，没准到了江州的时候，你还要跟我共享呢。到了江州之后，你离我远点。由不得你。我说你这个人脸皮怎么那么厚？你摸一下就知道了。你看你我，你瞧，你们。 没有，喝。哈比，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他就喝醉了。喝吧你。哎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有没有给你老师敬一杯拜师酒啊？这么历史性的时刻，当然得由你在才行。好，我来倒酒。来来来，敬酒敬酒啊！干了。袁总，这是 whisky， 这么多，怎么一口干了？有点诚意行吧？干了干了干了。 今天也算是新旧交接仪式，这杯我干了。刚下岗的哈维老师，你不要敬一下吗？嗯，来，袁总，衷心的感谢你。干了啊！你喝一口就好。哎呀，还是你关心我，好感动啊！各自都喝过了，咱们三个是不是再喝一杯啊？袁总，袁总，嗯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再喝我真的上头。 我们马上去江州了，袁总要休假，最近可能也见不着了。今天我们就不醉不归。对，不醉不归。干。没关系，喝醉了我可以送你回去。听到没有？啊，苏斯亚克从来不送别人回去的。干。来，慢点啊。 行，没忍住，没吐。你没事吧？水。啊？我要喝水。喝水。喂，你别睡地上。哎，没事吧？慢点。 送我回来，啊，行了。嗯，哎，下次以后喝酒之前，能不能先吃点东西啊？那么多水果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嗯，吃不饱吗？吃不饱。现在饿了？想吃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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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肉。那里有没有什么吃的？肉，肉，好了，你等会儿。肉。 行不行啊？鸭脖是我的最爱，要跟朋友一起分享。啊啊啊！分享，嘿嘿。喂，别碰我的！ 给我，别放进去，这多味儿啊！分享，分享。干嘛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睡着了？
真是。